亲爱的幼三乙的同学，然后今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帮我们老师庆祝教师节，然后我们给班导一个温馨的活动吧。最后，又再想和你说教师节快乐，谢谢你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爱你。
天啊看了一个剧情，然后他说老师就是他只在经历一个谢谢你们留言，我就是活动，然后觉得真的很可爱，